嘉义县在地布袋戏团三脉堂，去年把甲因的一出戏剧拍作是电影来放送。今年因摕到文化部的纾困补助，要开始来翕第二集啊！即马开放片场，予民众来参观，希望予大家了解布袋戏电影制作的过程。3, 2, 1, 2有特别去电影当中一个角色的反应，有人摇沙，有人用机器吹风。嘉义县在地布袋戏团队三脉堂，即马当你去电影《如情似水》第二集，伫现场无闲的人，拢是因为嘉义布袋戏大学系的志工。有上过课的学员，因为他们已经学过搭台，他们也学过怎么去造树，怎么去喷砂，所以这些比较基本的工作呢，他们都会来协助。原来拍片需要这么多人手，然后有这么多人愿意付出，然后有这么多人会自己还会买点心来，然后付出劳力，然后不求回报。提角色配音，换镜头了后，改落去人人啊，一个人都四五项工过。三脉堂讲，第二集的场面比第一集更加大，敢若大舞台大四点钟，所以希望透过扩展甲开放参观，吸引民众。那我们原本的志工人数根本不够，尤其是搭台拆台，所以我们才会开设这个微电影工作坊，就是让中正大学的学生，还有我们嘉义县市的民众都来参与。因为平常时大家都有家己的工课爱无闲，三脉堂干那当利用拜六礼拜的时间，伫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内底拍片。三脉堂讲，虽然进度无法度真紧，但是会努力甲第二集的内容，翕甲比第一集更加精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